派錢就嘅成效就無從考究，
市民可以直接將啲錢去用嚟買車子品或者係旅遊系統就冇咗。過去政府係共派錢高達400多億，請問有方同學可唔可以話俾大家聽呢400多億會發揮咗啲乜嘢效果呢？第二，派錢措施符合可持續性發展嘅原則。我哋所得到嘅財政盈餘其實係公帑嘅一部分，政府係有責任將佢妥善咁運用，令到我哋香港喺未來可以有更加充足嘅資源去持續發展。其實一直以來，政府就住唔同嘅發展規劃都會設立相關嘅基金作為投資滾存，透過基金嘅投資回報，犧牲落相應嘅發展範疇，達至持續發展嘅效果。例如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就係透過跨界別嘅合作，應對香港嘅貧窮同埋社會孤立問題。如果我哋將派咗出去嘅400多億用嚟成立專項基金，就會有更多其他嘅範疇可以得到資源持續發展嘅資源。所以如果我哋有盈餘，點解唔係用作滾存投資以應不時之需，而係用嚟博取一時嘅獎勵而唔咁太白呢？最後想問楊方同學一句，你堅持會派錢，請問派錢嘅原則到底係啲乜嘢呢？喺啲乜嘢嘅財政狀況底下先應該去派呢？而派發嘅對象又有冇規範？派發嘅金額又應該點樣去計算呢？多謝各位。請翻本會所有時間為3分52秒，無需扣分。跟住係下方主辯。即係評判，有方同學坐座各位大家好，我方今日反對辯題，並唔係覺得政府需要不顧長遠發展嚟到取悅市民，而係我方見到呢個一次性向市民派錢嘅措施係可以簡單直接咁樣提供針對性嘅資金援助。撥款發展基建固然重要，但係唔代表可以忽視旨在舒緩迫切問題嘅短期措施。我方同意政府應該審慎理財，妥善分配公共資源，所以我方並唔贊成2011年。無視收入高低咁樣向全港市民派發6000元嘅計劃。然而，當年針對性不足嘅弊病已喺去年3月嘅新派錢方案入面解決。喺最新方案入面，政府針對性咁樣將受惠對象縮小到未喺2018至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受惠嘅市民，令到受資助嘅人數較2011年嘅方案少330萬，令到總發放金額支出較當時少260萬。同為派錢，但新做新措施就用嘅係有實際需要嘅市民嘅針對性，喺滿足市民嘅需求同時大幅減少開支。睇翻今日有方同學嘅憂慮，可見有方今日反對並唔係反對派錢措施本身，而係反對可以隨時調整嘅政策措施。我方要衡量辯題成唔成立，就要視乎睇下保留派錢措施係咪必要，例如彌補其他方面嘅不足，以及能唔能夠可以有效咁樣舒緩短期民困。我方今日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解決貧困人士嘅燃眉之急。香港生活水平高係大眾所知嘅。根據美世2018發布嘅24份香港生活成本調查報告，發現香港喺全球209個城市入邊，生活成本排第一。雖然政府有提供福利計劃俾市民，但係受惠嘅市民，例如退休人士、合資格攞綜援人士、整體收入人士只係佔全港嘅少數，仲有好多基層人士生活緊絕，但係又唔受資助。根據政府嘅統計公告，現時香港存在喺280萬嘅 N 無人士，泛指無物業、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人户，佢哋冇辦法享受政府退稅、免差餉、減租、商糧等等嘅派款措施，可以講係被政府忽略嘅一群。面對香港百物騰貴、工作率高嘅社會，政府提供不同形式類型的社會援助補貼根本幫不到他們，他們沒辦法受惠，而政府派錢就可以最直接幫到他們伸出援手，幫他們降低他們的生活開支，解決 M 無人士的生活上面的燃眉之急。例如在2013至2014財政年度和2015至2016的財政年度裡面的紓困措施，政府曾經向低收入 M 無人士發放一次性的現金生活津貼，以保留實惠，一方面解決市民經濟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彌補香港福利制度的不足。第二，幫助貧苦市民自力更生，脫離苦困。正如剛才所說，現實香港福利制度存在不足，忽略了社會上面某部分貧窮人士，令到 N 無人士難以在香港政府的福利下面受惠。
發展俾佢哋可以幫助佢哋自力更生，長遠脱離貧困。政府派俾市民嘅現金可以令到市民自行決定點樣使用，主導權喺市民上面，令到市民使錢使得更加有彈性同埋自由，按自身嘅需要去使用現金維持本基本自身生活嘅需要，穩定佢哋嘅財政狀況，有利於改善民生。就好似 N 無人士佢哋呢啲低收入人士唔需要所謂三餐温飽而擔憂嘅時候，就可以鼓勵佢哋向上發展，自力更生。一次性派發嘅現金就成為咗市民自力更生嘅起步點。否則，香港政府就正正剝削咗佢哋自力更生嘅向上流動嘅機會，亦都從香港政府扶貧理念互相違背。總括而言，基於以上兩點，今日辯題理應不成立。時間為4分15秒，報銷時無需扣分。跟住係供辯環節，供辯一方可自行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方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不得打斷供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供辯一方可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即可即時扣分。每次一分，如供辯一方成如常發言，全部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相關嘅問題。好，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供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正方供辯開始，你有2分鐘時間。同意預算案的原則是要計到數，是要有清楚的計算基礎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金錢合理。那有分同學是不是應該要計算先？視乎有什麼情況，如果好啦，那有分同學如果今天真的要計到，如果有分同學今天真的派錢的話，那你覺得怎樣計算計到算出來呢？派錢是除了幫助好像我方主辯所說派錢幫助有需要的 N 無人士之外，其實很多綜援等等這些政府用計數計出來。有同學即係計，有同學話財政預算案不需要計數，咁我翻想問下啦，咁你要財政預算案出嚟做乜嘢咧？我冇講過財政預算案唔需要。咁即係都需要嘅，咁我翻嚟問下咯。咁有同學你覺得喺乜嘢情況底下先至可以派錢咧？我覺得係香港政府有盈餘嘅時候，咁而且香港政府幾多咧？盈餘係視乎呢個多餘先係概念期嘅一個相對分。好，咁有同學我翻想問下啦，如果今年係5億，咁出年個檔佢有1000億嘅盈餘，咁應唔應該派咧？係視乎社會上面有幾多。你自己都答唔出，即係有分同學咧，原來你自己都冇一個好確實嘅計數基礎喺度。咁有分同學話要俾 M 無人士，咁到底 M 無人士即係點樣嘅對象？有冇一個特定一個條件喺度咧？就係冇物業，冇非公屋同埋冇攞綜援嘅。好，咁如果佢冇攞綜援，但係佢自己覺得自己生活貧困嘅話，有分同學你俾唔俾佢咧？呢啲佢要符合啲三原則。好啦，有分同學你自己咧都俾唔到一個好準確嘅原則俾大家，就好明顯點解咧？就因為派錢呢一樣嘢本身就冇辦法一個好準確嘅原則啊嘛。從而就係佢根本係唔符合於呢個預算案嘅，而今日點解佢冇原則，就係因為呢個一次性嘅派錢現時，如果你真係要扶貧嘅話，已經有曬針對性嘅措施啊！如果有分同學你覺得唔夠嘅話，咁咪加呢啲針對性嘅措施咯。點解一定要靠一次性嘅派錢呢？嗱，再講就係今日財政預算案運用公帑，有分同學你認唔認同要符合翻個成本效益嘅原則咧？政府唔應該係利人利己效，應該係以市民嘅利益。有分同學應唔應該符合一個成本效益，佢要知道成效咧？如果帶出嚟嘅效益係不能用金錢衡量，但係係比金錢更加大嘅，即係無論佢係咪一個金錢嘅成效，都應該有成效啦。咁有分同學，我翻嚟想問下啦，如果你一次性派1000蚊俾呢班 M 人士，真正舒緩到佢幾多咧？佢哋可以還交租，你諗下香港人，我方處已經講過，香港人有分同學你點樣確保係外嚟交租嘅咧？就是因為佢可以自己去選擇點樣用咯。哦，即係有分同學，你係覺得我俾咗筆錢佢，佢就自己揀，咁所以我就估佢會用噶啦。咁有分同學，既然你自己都冇辦法確保政府點樣確保呢筆錢係用咗喺邊度嘅時候，點解有符合翻公帑運用嘅原則咧？有分同學，我方想問下你知唔知道知唔知道咧？以往派400億嘅時候咧，個實際嘅功用係去咗邊度咧？市民係自己選擇噶嘛，如果係點解我要派錢？好啦，所以去到最後咩咧？有分同學無論點都係答唔出咧，到底呢筆公帑用咗出嚟係有乜嘢功效嘅？咁所以我方咪話咯，今日我方咪同你講，原來咧有咗嗰筆錢之後，得咗位。跟住輪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請你自由選擇正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好，而家反方公辯開始，我哋嘅時間。
公眾嘅錢啊，即財政預算案入面所包含嘅可能派生糧或者免差餉等等，佢全部係全部都唔可以喺入面度攞到得到任何利益嘅。有可能係忽略咗呢班 M 人士啊？冇錯，我哋覺得係啦，你覺得都忽略咗呢班 M 人士。有可能我都贊成咗我方嘅論點啦，所以咁更應該去派錢啦，政府。另外有方同學係唔係覺得派錢係一個奢侈嘅行為？派錢係因為派錢係需要透過長遠有一個長遠嘅發展，而唔係話有錢嘅時候先至去派去幫助呢班 M 人士。但呢班 M 人士，我哋而家就係睇到政府嘅福利政策係冇一個完善嘅制度啊嘛，正因為我哋冇錯係要做一啲長期措施，但等唔等於我哋短期唔做，唔等於啊嘛，我哋要兩方面一齊雙管齊下，長期方面我哋要改善成個福利制度，但係短期唔通我哋唔理佢有班 M 人士自生自滅咩？冇可能噶嘛，所以我哋更應該派錢嘅方案，同唔同意咧？咁我哋係咪一個應該一早設立一個長期嘅所以如果咁係咪有幫同我意思啊？我設立咗一個長期嘅俾錢做事，一長期一個福利制度咧就可以。而家設立咗十年之後嘅數先有公共嘅，咁呢十年裏面就可以派錢啦。咁但係我哋更加應該將呢筆錢去有一個去解決我哋而家更加急切嘅問題，例如係醫療上面嘅問題啊、教育上面嘅問題啊。你諗下，而家政府其實有好多錢嘅，係唔係攞翻啲錢，政府就會攞翻去做啲公營醫療交通啊等等，即係所講嘅呢啲問題咧？同埋呢啲問題全部都係長遠性規劃嚟噶嘛？咁你而家咧全部擺曬去投資長遠，冇錯，十年後可能係會有回報啦。但係你而家呢一段時期咧，係咪完全唔理翻香港市民啫？唔係香港每一個問題都就有啲問題真係需要而家好緊急要去解決，例如好似醫療。我就係睇到呢班 M 人士好緊急啊！佢乜都冇啊！啱啱前嗰幾日派發嘅財政預算案，商糧、免差餉等等，全部都冇佢份啦！佢根本冇辦法享受香港政府嘅一啲經濟成果。咁你覺得對佢公唔公平？咁我哋係咪應該設立一個真正？咁有方案可以講係有咩福利可以設立，或者我最後我成立咗一個福利，呢一樣嘢都係要十年計，一個長時間啊嘛。但係電台所討論嘅就唔應該再有，即係一次都唔應該有啦，打後一次都唔應該有啦。咁你真係變咗冇辦法喺短期之內保障到啦。因為只有方案同意先。但其實就算除咗 I 和人士之外，如果是醫療方面病床不足呢啲都係我冇否定過有方案，我所講醫療好緊急係好嚴重啊。咁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其實今天有方同學是為派而派，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今天有方同學連派錢的原則是怎樣都沒有解釋清楚，有可能只是跟我們說話對象就是給一些沒有受福利包括的一些的 M 人士，但是其餘那兩點是從來沒有回應過。第一就是在什麼情在正狀況之下才要派錢，有些同學說跟我們說有盈餘的時候就派，但我們見到香港由2003年除了2003年之外每年都有盈餘，那有些同學的立場是不是每年都要派，由2004年開始年年都要派呢？還是純粹是按情況而定看心情呢？而第二就是今天派的金額是多少呢？今天綜援就以貧窮人士最低的生活所需要做一個準則，而今天派錢是什麼呢？有些同學跟我們說過是純粹看心情，今天我喜歡的話就派4000多元，下年我不開心我就派1000多元，所以請有方同學一副很清楚地告訴他派錢的原則是什麼。如果有方同學答不到，就是有方同學都知道派錢和其他財政預算案裡面的政策不同，是沒有一個具體的執行準則，是非常繁論和不確定性的。但今天有方同學不理，只是很理想地跟我們說話可以解決燃眉之急，但怎樣解決呢？有方同學的做法就是塞夠錢給他們就覺得解決不錯，但4000元真係可以，4000元派佢哋，即係可以做到啲咩咧？唔理。有啲同學話唔係，佢哋有市民有自由去揀噶嘛，冇錯係有自由，但係有自由去攞呢4000元去澳門賭錢，有自由去攞呢4000元去買一部蘋果電腦。其實我哋唔係話佢哋去買呢啲嘢係有錯，但我哋唔應該用政府嘅公帑去做呢件事。政府之所以要分配公帑，之所以要設下呢個財政預算案，就係為咗去分配資源俾最需要呢一筆錢嘅人士。但我們現在就分薄這些人不應該得到的東西，而是為了令到可能一些人可以多一筆電腦可以去賭錢，那這些是不是有跟我所說的體諒人民的需要呢？這樣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值得呢？我們不是為 M 人士
事，我哋應該唔理，但我哋要值得，我哋要有一個針對性嘅措施去理佢哋。我哋可以透過設立一啲關愛基金，就算今日M 人士，仲有可以幫助到啲貧窮人士，我哋可以設立獎薪津，我哋可以幫助學生，我哋可以有呢一個書簿津貼，呢一啲先係真真正正能夠針對性咁樣去幫助佢哋嘅一啲嘅需要嘅一啲嘅政策。而如果有學校覺得唔夠，係冇辦法去靠平常嘅資助去滿足呢班學生，就請具體指出出嚟。而我哋今日香港究竟需要啲乜嘢咧？咪就係房屋、醫療呢啲，相信在座各位呢排眼都可以揀到。而面對呢一筆嘅問題，我哋唔係做法，唔係隻身班錢俾佢就算。而事實上，我哋其實係咪做唔到咧？我哋唔係做唔到去解決呢啲問題喎。我哋將第一次派嘅300多億，佢同埋第二次100多億加埋一齊，加加埋埋已經有100多億。呢100多億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可以起到100,000間公屋，4,500次嘅獎薪津，呢啲先係真真正正能夠有針對性咁去滿足到佢哋嘅方法啊嘛。有冇同學係咪覺得應該唔做咧？多謝各位。直方第一副電所以時間為300,000，到超市無需扣分。主席，評判有分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啦。頭先有分同學咧，一開始就一副就同我哋講話，我哋為派而派啦，係睇心睇由睇情況變成睇心情而派啦。首先我哋呢個推論係邊咧？第二咧就係而家嘅情況係乜嘢？就係香港有好多 M 人士，政府好多福利上面嘅支援就幫佢唔到啊。譬如有一啲乜嘢咧，公屋免租，佢哋根本排公屋，甚至冇公屋幫唔到。減差餉或者電費優惠，佢哋根本唔係業主，幫唔到。退薪俸稅，佢根本冇唔夠收入，何來談薪俸稅咧 ？M 人士等等呢啲全部嘅收益、全部嘅好處都唔可以喺財政預算案度幫到佢。咁呢個係對 M 人士係好唔公平嘅。我哋社會係咪遺忘咗呢一班嘅 M 人士唔理佢啊？呢班 M 人士如果冇政府嘅一啲支援，有啲學校直接係無視咗呢班 M 人士嘅支援，本身話成立啲關愛基金，咁關愛基金你成立關愛基金嘅一啲設施，其實真係都係俾錢佢，咁同我哋派錢有咩分別咧？另外咧，有方同學咧又同我哋講話，如果咧好簡單喎，同我哋計加減數就係100億加成，唔知300億加100億加埋就係400億，咁就起到180,000間屋公屋同埋獎薪津，好似好好咁，好好聽咁樣。但係有方同學有冇諗過呢啲如果呢400億可以㗎？如果呢400億咁樣用起到180,000間公屋嘅話，係一個長遠嘅投資嚟㗎嘛？我唔係話唔做啊，有方同學，但係有冇諗過呢？如果你起公屋係一段政府都有講話覓地要時間，起屋要時間，入住都要時間。呢段時間係咪完全唔使理呢班嘅 M 人士，或者你其他社會上面其他？唔係噶嘛，呢啲公政府用啲唔代表政府攞咗啲400億就即刻去起公屋去做獎薪津等等呢啲措施噶嘛。而且呢個派錢我一開始已經講咗一個短期措施，係幫補一啲幫補一啲 M 人士去幫佢哋做一啲燃眉之急啦。另外有方同學有冇諗過呢班 M 人士一日都係喺度做，日都係做嘢啦。咁做嘢嘅時候，除咗交租，根本冇機會可以，你根本冇機會俾你可以重新去更加去脫貧啊。但如果有咗政府呢筆錢，其實已經幫輕咗佢哋生活好多啦。無論即頭先有方同學話唔知佢用嚟做咩，咁有方同學如果你冇錢嘅時候，你會唔會你根本冇屋住嘅時候，你仲會唔會走去揾度賭錢啊？你係唔會，咁你叫佢解決咗日常嘅衣食住行先噶嘛？另外有方同學就一開始咧就同我哋講成本效益啦，就話派錢根本好奢侈喎，根本無效啦。但係有冇諗過幾千蚊嚟對基層人士已經好大幫助啦？呢啲其實幾千蚊對佢講，已經係幾個月嘅人工啦。同埋有方同學咧，又同我哋講話，政府嘅工作應該用喺啲最有需要嘅人身上啊嘛。咁乜嘢係最有需要？我方面證明咗，就係呢班 M 人士啊嘛，佢哋根本冇社會上面嘅一啲支援，佢哋全部靠自己。所以如果唔係政府，點解要設立一個補漏拾遺嘅制度去幫佢哋？正因為佢哋冇支援，冇財政預算案冇包含到佢哋，所以我哋先要派錢啊嘛。所以有方同學咧係贊成政府應該用呢啲公費幫啲最有需要嘅人士，就係呢班 M 人士啦。所以今日咧嘅辯題你已經不成立，多謝各位。南方主辯第一副辯論時間為6:17，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正方第二副辯論有3分鐘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鄧少你的意見咧，不妨歸納下有關論點。嗱，我都用。
個字嚟形容佢哋，就係為做而做啦。點解咁講呢？其實作為政府，你聽人骨值清拆嘅前設咧，就要審慎考慮下公帑運用嘅原則，包括佢成本效益啦、政策成效帶嚟幾多、付出金額又有幾多。但係今日睇翻油方，佢哋對帳前期講唔出嚟，有幾多錢有幾多盈餘先派又唔清楚，而且成效咧佢冇實際數字可以同我哋講。咁其實我哋而家有做呢個成效嘅，做呢個政策究竟有啲乜嘢必要性呢？其實你用錢原則係信口開河，你成個方案非常之模糊，只係為做而做，好不負責任啊！其實你睇翻入方同學咧，你好為 M 人士去想係去著想啦，希望我咧就話到派錢可以有彈性啲，可以自己去選擇。係啊，就係可以自己選擇呢一筆錢，就好似2011年嗰個就好似曾俊華派錢嗰次，全部派咗6000蚊啦。但其實好多一班人咧都拎住呢一筆錢去買蘋果手機。其實只是刺激到蘋果的銷情，但其實你這個政策成效純粹就是令到私人公司受惠。又即是看回台灣他們那些派錢，那些人是拎曬那些錢去買外國的海外的手機、電器，變相其實根本就不是幫助自己脫貧的一個需要。其實今天有幫助我們怎樣可以確保到市民收到你這個錢之後可以用得其所呢？還有 你根本就沒有論證過派錢的效益是怎樣。其實我們看回呢，其實這一班 M 人士，你們就是說他們因為他們有需要，所以我們就要派錢啦。但其實呢，他們其實說得他們那麼慘，其實我們政府都不想他們自生自滅的。其實如果他們真的有得特定有方面有需要的話，我們就透過一些針對性而且是恆常性的政策去幫助他們，而不是我們一次過派一筆錢，可能他們用了一筆錢花光之後那已經沒有了保障。如果你覺得真的那麼慘的話，那我們就透過一些恆常性的政策，或者是說我們可以改善，由政府去改善一些醫療、教育、房屋這些環境，整個大環境，那我們就可以令到那些 M 人士的生活有提升嘛。其實我們看回其實現在香港有很多迫切的一些問題，民生的問題，醫療、教育、房屋剛剛都說過，其實我們現在很急切需要面對的。其實民怨都是因為這一方面做得不好所以才出現，但其實我們現在都說了要增加醫療那些的開支，但政府呢不斷說沒錢沒錢，甚至前年還削減了醫療的開支。如果我們將在這個派錢政策還會浪費了500億那筆錢拿來用的話，那我們其實可以起到超過差不多180,000的公屋，其實可以至少起到3家的兒童醫院，可以做到接近12次的醫療券。其實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改善到現在的生活的。其實我們現在的公屋醫療的機構已經是負荷爆燈，其實市民呢其實的生活不穩，其實包括了 M 人士在生活上都受影響的。所以最後想問一下友方同學，如果派錢成本咁高，但你根本就確保不到政策的成效的時候，還符不符合政府的理財原則呢？多謝各位。政方第二庫存所有時間為3分9秒，報銷時無需扣分。跟住係甲方第二庫存3分鐘時間。主席、田冠友方同埋在座各位大家好啦，嚟到二庫嘅位置不妨概括友方嘅錯處啦。其實友方今日不停同我哋講錢講錢，話點樣要用金錢去衡量，點樣可以令到花費唔同嘅金錢應該係擺咩用處。但其實呢樣嘢根本派錢一樣唔應該用金錢去衡量。要你睇下今日社會上面有咩人要有需要去派錢俾佢哋，係一班 M 人士係一直俾社會忽略，而今日友方係忽略咗今日呢一班嘅 M 人士。認為將錢應放在一些長遠的發展度，但其實根本就是忽略了這一班這麼慘的 M 人士，他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而今天的一次性的派錢其實就是可以解決到他們這麼急切的問題，但是有方其實你是否覺得他們是不重要呢？是否應該只是放在一些長遠的發展，而不理這一班短期是有急切需要的人呢？請有方再想一想。第二，有方其實話政府今日有大量的盈餘啦，應該應用在其他用途，而不是亂用派。今日有方同學，我哋唔係亂用派，我哋係睇到社會上有咩急切嘅需要。我哋今日再三強調啦，係要睇下我哋今日社會上有咩人係真係需要幫助嘅咧，而唔係話係我哋唔係話唔做一啲長遠嘅發展。而係你在做呢一堆長遠發展的期間，有咩可以做的呢？就可以派錢俾佢哋，舒緩到佢哋貧窮的問題啦，幫佢哋遠離脱離呢個貧苦，亦可以同時鼓勵佢哋就業、自力更生。
我哋係有對象、有針對性咁樣派，而唔係好似有方口中咁樣短道派。呢個政府正係因為有長短期唔同種類嘅措施互相配合，政策先會係完善嘅。睇翻政府嘅扶貧理念啦，係希望我哋香港嘅青年可以通過就業去自力更生。正如我方一直強調啦，香港嘅福利制度其實係不足嘅，唯派錢咧係可以解決到貧苦人士嘅問題。我哋再跳出香港，睇下鄰近嘅地區。我哋可以看到日本，日本在2016年起向低收入人士每人派發 1.5 萬日元，即是1000港元。有方你是否覺得其實對香港大眾市民院的派，或者應用在一些不同的用途上，就可以是真的幫助到我們香港的市民呢？不是，我們幫助不到香港市民，我們應該更有針對性去幫助我們香港這一班慘的 M 人士。再看看歐洲，我們看看芬蘭由2017年起連續兩年向失業人士每月派發590美元，也即是4600港元。可以看到其實呢，其他地區我們都是有針對性的派錢措施，那不通派得多或者對擺其他社會的發展到就是有好嗎？我們不是說不做，而是應該在兩邊都做一點，那就應該可以解決到香港人士的問題。大方第二附件所用時間為3:07，無超時無需扣分，無解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其中一方嘅發言時間用完，我就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最低嘅時間。各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者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需要喺呢個環節發言。如果呢個環節結束嗰時候，在場嘅四位辯員從來都冇發言，當辯員所屬嘅一方就會被每位辯員扣除5分，因為雙方冇問題。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何君堯話：有需要嘅人就要派錢，咁有需要嘅地嘅準則到底係乜嘢？就係嗰啲保屋住、保助援助、三餐得唔到温飽嗰啲 M 人士咯。有方同學今日咧，好多年青人都上唔到樓喎，好多月光族咧都冇錢用喎。咁有方同學同意派錢俾佢哋咧？嗱，我基本就係講緊話 M 人士，我哋覺得 M 人士比上級都比下有餘嘅時候，佢哋喺財政預算案裏邊乜都冇，乜都攞唔到，有咩福利都攞唔到嘅時候，有方同學係咪覺得應該派錢俾佢哋咧？其他青少年佢冇屋住嗰啲，就我哋唔應該理佢哋，我哋唔使派錢。其實我哋咧係一套派錢嘅，就係經過一堆審查嘅標準之後，對嗰啲真係真正有需要嘅 M 人士先派錢，而唔係好似有方同學咁所講去亂派錢咯。不如有方同學，你不斷講 M 人士咧，聽到大家都厭啦，不如真正同大家講點樣先至算 M 人士，點樣先至攞到嗰筆錢啊？嗱，其實我覺得一直到而家咧都冇聽清我方嘅定義。我都講過好多次 ，M 人士就係冇公屋、冇綜援，係好多有資助嘅，乜都冇，冇乜嘢。咁有方同學咪覺得唔應該派錢俾佢哋，有方同學都係未達標準好啦，有方同學你仍然係重複嗰三樣虛無嘅條件，咁所以根本就係有方同學你自己都俾唔到一個準則，應該派俾邊個？咁如果係咪我覺得自己生活條件唔好，我又可以拎嗰筆錢咧？唔知道。就好啦，有方同學再講，到底點樣喺乜嘢情況底下先至應該要派錢咧？政府嘅應援。哦，今日有方同學唔明白。呢、這個公屋呢、這個物業，今日兩方都唔明白，咁唔緊要啦。咁既然兩方呢個物業都唔明白嘅話，我方真係幫唔到你哋咯喎。我方講得好清楚，冇物業、冇公屋、冇綜援、冇金、冇啦、冇呢個資助嘅人就係 M 人士，有方都係唔明白，係選擇唔明白啊，定係真係唔明白呢？有方講，咁你哋覺得係咪應該派錢俾佢哋咧？我方真係唔明白，有方同學到底乜嘢叫做 M 人士要派俾邊個？好啦，不如有方同學唔好再糾結喺呢一嘢，答咗我方先，到底喺幾多盈餘嘅情況底下先至會派幾多？香港或者成個香港政府作咗咁多嘅盈餘咧，唔係話有一個標準，唯一有一個標準即刻要派到，係要視乎香港有冇咁嘅需要，同埋有啲同學就話要派幾多錢先係啱啦。其實就我哋講翻跟自由參考，呢4000蚊香港政府派翻4000蚊最上限啦。其實佢嘅準則係乜嘢？就係 M 人，如果佢 M 人士咧，就係預算話冇覆蓋到、冇關顧到一啲人士啦。同埋咧，佢哋譬如係要補翻個差，譬如有啲人咧係可以有免差餉或者係免差餉等等呢啲嘅優惠啦，咁如果 M 人士係冇乜建議，冇乜免差餉嘅時候咧，就可以補翻個差額，於是公平啦。我係有方同學一大量建議係冇答過我方嘅問題嘅，嗱好明顯有方同學自己都唔識得計，應該點樣
用太子呢一筆萬無目的嘅錢啦。咁有方同學，你點樣確保係有成效？佢拎到嗰筆錢就會用嘅咧？方同學，我想同你解釋啦，盈餘嘅標準唔係話真係有一個定咗嘅數字。因為咧，即係假設香港以後剩翻一個 L 嘅事啦，然後政府一年係有500億，咁咁我哋係唔會將500億俾曬佢噶嘛，都係通過審查之後，我哋可以即係上下嚟4000蚊，假設上下4000蚊派咗佢，剩低嗰四百幾億，差唔多500億啦，我哋咪可以用嚟做其他方面，好似你有所謂教育或者醫療嘅各方面，啲最新進嘅地方啦。咁點解呢個情況我哋唔派錢咧？你都係咁講啦，咁香港仲有好多，而家香港有280萬個。左右嘅 M 人士，假設整個月仍然係500億啊，咁我哋派完錢之後，如果有錢剩餘可以嚟做嗰方所有嘅用途啦，咁我哋就唔嚟咁派錢啦。咁今日我哋見到有好多 M 人士，咁我哋係咪今日要抽空曬成個香港嘅財政儲房去幫助佢哋咧？我從中講過咯，我哋從來都有，我一開始已經講到上派錢係有個上限，例如話以4000為一個上限，我哋係唔會派多過4000蚊俾人咯。阿方同學講咗咁耐，仍然冇答過我方嘅問題，即係其實佢自己都講唔出一個基準。咁既然係派錢係萬無目的咁派嘅時候，點解我哋唔諗一啲針對性嘅措施，例如可能佢俾唔俾錢嘅話，我哋有啲租金寬免俾佢哋，好過去萬無目的咁樣無成效咁派錢咧？嗱，好啦，方同學，你到底同唔同意預算案咧係需要運用公帑嘅時候咧，係需要集中一啲資源嚟做嚟解決問題嘅咧？有關我明你嘅講法咯，咩叫萬無目的咁派呢？我哋今日係針對一班社會有需要嘅人士，唔係用金錢可以衡量到。但係有分同再三強調，係應該要有咩標準，咩標準唔啱嘅有分同學，係今日要針對有咩人需要派先至派俾佢，而唔係話要有咩金錢先要派俾佢。但今日有分同學，你哋完全冇論證過 M 人士得到呢筆錢之後，究竟會確保佢係咪攞到去做一啲有需要嘅用途啊嘛？咁但係有分同學，你哋亦都冇論證過政府要 keep 住呢筆錢，留住呢筆錢會嚟做啲乜嘢？我哋都冇話確保佢哋會用嚟做啲咩政策喎。咁我哋係咪要有針對性咁樣去解決 M 人士嘅問題啊？所以我哋有針對性，所以我哋先針對呢班 M 人士嚟。第一，你論係先做先啫嘛。咁有分同學，你覺得唔應該針對佢哋派，咁你都應該針對咩嚟嘅？咁有分同學承認你派咗錢之後，佢用咗啲錢用咗喺邊度係冇辦法去睇到嘅咧？今日我幫你一個比喻啦，如果有方同學係個 M 人士嘅時候，你連生活都過唔到嘅時候，你點會攞其他錢嚟做第二啲嘢咧？阿方已經用盡佢嘅發言時間，而家正方做剩翻一分十二秒，可以自由派出五千億。城牆自由辯論其實係有乜同學咧，從來講出咁多嘢，完全都冇答過我方嘅問題。其實成場比賽落嚟，佢有乜嘢最新即派錢？派俾邊個？一個 M 人士。到底點樣先為之 M 人士咧？咁點解 M 人士以外有需要嘅人又唔派咧？有方同學又唔講。好啦，派幾多咧？有方同學又唔講。點樣確保有實質成效咧？有方同學都唔論證。甚至咧，有方同學連盈餘剩翻幾多先至應該派咧都唔講。嗱，好明顯，其實今日我方都講到沉啦，根本就係派錢係一樣冇目的、無準則嘅事情。點解既然係咁樣嘅話，咁點解有分同學唔針對性地真係諗一啲政策？如果你真係覺得 M 人士需要幫嘅話，針對性地改善民生，集中資源咧？嗱，今日講緊預算案嘅目的就係講緊要改善民生，要留幾多錢嚟改善民生啊嘛。今日我哋我方就係講緊話，發現原來醫療爆煲嘅時候，政府都仲話有盈餘唔解決醫療爆煲，你唔解決醫療系統冇資源，你又唔擺資源落去，反而咧有分同學同我方講要派錢喎，甚至咧你可見未來你見到係有財政。危機啊嘛，就係講去到64年人口高峰嘅時候，根本政府仲冇能力係再有咁多嘅盈餘出嚟嘅時候，點解有分同學你又要同我方講派錢咧？嗱，今日講緊嘅各位正方嘅發言時間都用完啦，自由辯論環節結束。如果係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有一分鐘嘅時間準備，而家開始。
時間結束。首先由范方總結，你有四分鐘時間。主席評判有分同學作為大家好。其實咧，聽完今日嘅評論之後咧，我哋慢慢發現咧，有同學係發現生活發生咗以下嘅錯誤啦。首先咧，有分同學講過，我哋點解要亂派錢，漫無目的咁派錢？其實我哋完全唔係亂派。有分同學，我方主見咧，其實早已經講過，我哋派錢有一原則，就派嗰啲 N 文字。咁有同學亦都話我哋冇講過乜嘢係 N 文字。咁我喺度再詳盡解釋俾大家聽，咩叫 N 冇，咩叫 N 文字？就係嗰啲冇公屋住、冇私樓住，然後亦都冇得我做嘅人。我相信大家知道咩叫做咩叫公屋，咩叫私樓，唔需要我再解釋佢啦。咁咧，亦都佢亦都係話我哋派錢冇原則，冇呢個標準。其實我哋咪亦都係多個問題。其實佢都係睇無限重複嘅問題，就係我哋派錢派邊度，唔係冇目的咁派。呢時候我可以好清楚答亂派，我哋係派俾啲 N 文字。當然呢個 N 文字我哋唔係全定個標準同埋嘅，我哋一個好嚴格嘅審查標準去制定咗之後再派錢俾你。咁咧，我哋咧點樣去幫嗰啲 N 文字咧？就係而家香港其實以20歲至29歲嘅人均每月嘅中位數收入咧，就係14000蚊。咁咧，呢個數據咧係啱啱好可以俾加埋佢哋每月支出，佢呢個人生嘅支出，水費、電費、租金同支出，其實係啱啱好啱啱咁嘅。咁咧呢個時候我哋派錢就好似雪中送炭咁，啱可以完全幫到佢哋去解決呢個生活問題。咁我哋都話我哋為做而做啦，即係話我哋講唔出個對象啦，係呢個派錢對象俾邊個？其實完全冇呢回事。我哋一早已經講好多次，我哋就係會派錢俾啲 N 王子。如果但如果政府佢保留住啲金錢喺庫房入邊，佢做政策咧，冇辦法，全港700-800萬人，我哋冇做出政策，冇辦法滿足到所有人。但相反地，如果我哋派錢俾啲 N 文士嘅話咧，佢哋自己選擇，佢哋有自己用處，咁所以地佢哋咪比較容易去攞到佢哋自己需要嘅嘢咯。咁我亦都講過，曾俊華去全民派錢，啲人攞到錢之後咧，係去買呢個蘋果嘅手機。咁但係呢個原因其實好明顯，就係嗰時嘅政策失實，就佢哋全民派呢個政策。所以咧導致一啲冇必要性攞到呢筆錢嘅人攞到亂使咯。咁但係我哋而家唔係啊嘛，我哋係派嗰啲 N 文字，佢哋連基本嘅生活都係需要有啲困難嘅時候，咁我哋派到佢哋嗰陣，你仲會每無端端亂使錢去買啲蘋果手機、啲三星手機咧？我相信絕對唔會啦。咁咧如果咁我唔講過咧，我哋其他唔將啲錢用喺醫療啊或者等等嘅方面啦。其實咧，當我哋有同學話我哋冇辦法論證到佢哋。攞到嗰筆錢之後，因為攞筆錢之後係可以做啲乜嘢，唔確保到佢哋係可以正確使用筆錢。咁但係有分同學亦都冇辦法論證到佢哋當政府留住呢筆錢嘅時候，佢哋會用喺醫療上面喎。其實佢哋從來冇講過點咧，我證明到佢哋一定會用喺醫療咧，冇講過嘅喎。咁咧我哋亦都時我哋有方我方已經講過啦。我哋喺長我哋先都的確需要一套長期嘅措施。咁但係喺長期間咧，我哋一定需要一套短期措施嚟解決嗰班 N 文字嘅醫療資金。如果唔係等長期好出嚟時候，班 N 文字一早餓死咗啦。其實我方咪反對變題嘅原因咧，其實主要係為市民着想啫。有方我請你哋切身處理咁諗下，如果而家生活班緊好貧困嘅係你哋非常之政府嘅一筆援助，但係你哋又未達到攞綜援嘅效嘅。你有個標準喎，我相信你一定唔會需要，一定會需要政府派錢俾你，而唔係去反對今日辯題噶啦。響道理，而家香港存在280萬嘅 N 文字，咁政府派錢俾佢哋。當然啦，我哋重申一次，我哋反對全民派呢個方案嘅，只係我哋係通過審查派錢俾人，俾啲冇工作啊、冇樓住、冇綜援嘅。咁咧又可以填補到呢個政府政策嘅失誤，我哋又可以幫到 N 文字一箭雙雕喎，何樂而不為咧？而且咧，我哋派錢亦都可以令佢嘅更新，令到佢哋可以自主生活，好似有排派錢嘅都會俾18歲俾仔女派錢，然後自己生活啦。咁樣嘅話，佢哋咪可以自理到咯。所以中本賢今日我哋嘅呢個提出嘅成果，多謝各位。反方結業所有時間為4:44，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最後由正方結業總結，有4分鐘嘅時間。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比賽嚟到尾聲咧，勝負辯題最後尾講嘅嘢咧就係雙方想成立嘅判詞。有同學今日咧毫無疑問咧係一個同情心泛濫啦，並且好佛系嘅政府。點解咧？佢覺得社會上有一班人需要幫助喎，咁我咧就派錢俾佢哋啦。咁問題就係成效到底係點樣咧？
冇答過，淨係咧用一句，呢啲嘢唔好用金錢嚟衡量啊嘛。咁的確係冇辦法衡量，因為連衡量嘅準則都冇啊嘛。今日我方就係見到原來派錢嘅目的點解冇辦法衡量，就係因為現時真正係有需要嘅係講緊跌入社會安全網嘅一班真係要攞綜援嘅人士。其實政府已經保障咗佢哋基本福利，而呢個先係政府責任所在。至於如果一啲人可能會覺得自己收入夠高啊，佢上唔到車，政府要諗辦法幫佢哋，但係唔係用派錢呢種漫無目的嘅方法嚟幫佢哋咯。而今日講緊就係可能我哋係一啲針對性嘅政策措施，可能我方都改咗無限錢啦。例如係佢住唔到公屋嘅，咁可能俾啲租金減免佢啦，又或者係醫療上佢需要幫助嘅，可能俾一啲津貼佢，或者係徹底地改善成個醫療制度。呢一樣嘢先至係政府嘅範圍底下，而唔係我方同學一句有同情心就當負擔俾政府做乜都得啊嘛。而今日其實俾1,800，實質嘅成效又係幾多呢？好明顯，其實你派錢咧只係一時，就真係淨係一次性彈翻一年嘅成效咯。到底最後尾實質嘅成效係乜嘢呢？而呢一個如果政府唔諗呢一樣嘢，只係諗住有需要就派嘅話，呢一個又係咪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呢？你其實在座各位，你退一步審視翻政府嘅角色，或者審視翻本身公帑呢一樣嘢。其實公帑係講緊本身係要將財富再分配，亦都即係話政府咧係要作為一個託管人，要向市民負責，好好地運用一筆公帑，所以佢必須要咧係有一個審慎理財。而基本法咧都有講明到係要量入為出。嗱，所以今日預算案係作為一個公共理財嘅一個框架藍圖，佢必須係要有一個計算嘅基礎。有同學冇都唔緊要。其實例如咧係講緊話，可能今年醫療我擺800億落去，我哋係真係明確地知道係有呢個需要性啦，甚至係我哋可以增加到幾多病床啦，可能擺1億落去，我哋知道咧要打幾多疫苗咁樣，呢啲都係政府全通通要確保嘅嘢。但如果有方同學今日完全乜都論證唔到，淨係諗住本住一個同情心，諗住派筆錢俾市民自己點樣規劃嘅時候，我哋到底要政府嚟做啲乜嘢咧？咁呢個政府咪就係一個淨係得同情心十分之佛系嘅政府咯。其實甚至乎嘅就係今日我方發現，原來民生上好多嘢都解決唔到，甚至乎我哋面對住財赤嘅一個危機嘅時候，呢啲有方同學從來都唔否認嘅喎。講緊嘅就係可能未來幾年咧，原來咧最新嘅施政報告咧出咗嚟嘅時候咧，陳茂波都同你講到明啦，原來咧如果唔計土地儲備嘅話咧，係會有一個財赤嘅預算嘅喎。講嘅就係土地儲備根本係極之唔穩定啊嘛，所以你見到上年咧可能有1,000億嘅盈餘，今年得翻500億嘅盈餘。如果政府只要有盈餘就覺得要剝削有需要嘅人，就同情心泛濫咁派嘅話，咁到底點樣做一個長遠嘅規劃呢？呢個好明顯唔係一個負責任嘅政府應該要有嘅行為啦。有個同學你同情心泛濫，想做好人都唔緊要，而最慘嘅就係原來派錢呢一樣嘢咧，係會俾咗一個錯誤期望呢班市民噶嘛。你有個同學講到好好聽嘅喎，我俾錢佢咧，我就自動覺得佢會自力更生嘅啦，佢會識得點樣用呢筆錢噶啦。但係講到尾就係、是、原來咧，你不斷咁樣去順應民意。佢哋俾啲錢佢哋幫佢哋咧，係只會令到佢哋十分之依賴。但其實不妨睇翻當年咧，我哋睇翻可能身邊嘅澳門啦。其實當年佢真係因為2007年可能社會上咧有好多有需要嘅人士，咁所以咧佢就決定民怨好大啦，所以佢就決定要派錢。但派到嚟去到2010年嘅時候咧，佢一話唔派咧，即刻民望插水，引起極大嘅社會迴響。最後咧就焗住年年都要派，甚至由一開頭派1,000蚊咧，派到佢而家要派9,000蚊。其實如果係咁樣落去嘅話，睇翻落去香港，如果政府永遠係無底線咁樣幫一班所謂有需要嘅人士嘅話，去到最後尾只會係不利於財政發展。更遑論而家民生上面好多嘢都未解決嘅時候，點解有班同學就係要派錢咧？多謝各位。政府建議所有食物食物又要報銷時無需扣分，而唱過一段落，大家先係留喺原位稍等一下。
療啊、教育佢哋嘅 maximum 係啲乜嘢，可能就係嗰年嘅收入啊，定係知名度嘅幾多 percent 咁樣。咁所以政府就算知道呢啲方面係有需要，其實佢都唔可以無上限咁樣加。更甚就係佢唔會為咗唔派，即係唔會為咗派錢而減少呢一啲嘅支出。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呢方面雖然係一個好 sound 嘅攻擊，但係喺現實上，我覺得就未必真係咁 valid 啦。咁然後反方咧，我就覺得啊，因為反方好似講到咧，就係、我派錢一定要話扶貧啊，要解決燃眉之急啊，將自己咧擺咗喺一個好高嘅聲名、好高嘅道德高地啦。咁但係咧，你又將自己擺咗喺一個好危險嘅境地，因為如果你話俾我聽啊，我俾4000蚊你可以解決你燃眉之急咧，其實都係一件幾唔合理嘅事。即係你可以幫我解決咗呢一個月，咁但係之後咧，我唔通真係靠你呢4000蚊而決定我過唔過到咩？咁其實就唔係幾可能。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好奇怪啊！點解你哋要將自己擺到一個咁奇怪嘅咁危險嘅境地咧？其實你可以，但係可以同人哋講話，係有啲4000蚊，你中意攞去買 iPhone 就買 iPhone。你生活好拮据嘅時候，你就攞去即係解決你生活嘅需要。其實係冇問題喎，係唔需要反對，即係唔需要人哋 challenge 你啲錢點用嘅時候，即係你唔需要佢哋話一定要令佢生活即係一定要解決佢生活嘅需要啊。咁所以我就覺得你哋既然你哋嘅 standing 就係我要幫一班MO 人士，咁你就要訴求俾佢聽一個理想嘅預算案係啲乜嘢，就係我要全民都受惠啊嘛。當你一個好嘅預算案全民都要受惠嘅時候，窮嘅人自然佢哋又多啲錢，因為又多咗啲咩津貼啊、生果金啊，而有錢嘅人佢哋可以退税。咁中間嘅人咧，佢哋每一年其實唔派錢嘅時候，佢哋係一蚊都幫唔到佢哋。就算最後我啲錢去買 iPhone， 咁原本可能我好窮，咁但係有咗呢4000蚊，我可以買到一部 iPhone 改善我生活素質啊，即係啲花。其實呢樣嘢都唔係 make sense 喎。咁所以我係覺得，既然你哋想塑造就係你要幫一班冇去到冇任何受惠嘅人，咁你就要塑造一個即係正常嘅預算，即係正確嘅預算案應該係啲乜嘢嘅。咁同埋你哋可能亦都當人哋去到問你好多派錢嘅原則啊，成日嘅時候，咁你可以簡單嚟講一個原則，就係我唔係話每一年都要派錢，我唔係話政府有少少盈餘我都要派錢，而係你見到政府每年可能有咁多盈餘，然後佢哋都冇受惠嘅時候，你就可以派錢。你可以話呢個係一個問題，審視翻嗰陣時每年嘅財政年度，可能審視翻嗰陣時係咪有需要咯。更甚就係可能解決呢、這個舒緩呢個民怨都係佢其中一個成效嚟喎。即係大家去嘈啦，點解大家嘈神羅波就要即刻出嚟話我又即刻即頭耷耷話俾你聽，我而家要派翻4000蚊咧？亦都係因為舒緩民怨啊嘛。咁所以你唔需要將自己擺喺一個太高太太唔合理嘅道德高地嘅。搞曬而家請正唔好意思。好啦，咁啊，大家好。咁咧其實咧頭先，因為我哋都要打啲全面嘅電梯嘅，即係加盟。咁所以咧，咁我就要講下情況。咁所以咧打呢條電梯嘅時候咧，我哋都諗過好多唔同嘅嘢。第一樣嘢咧，我哋咧好強好諗一樣嘢就係咧，究竟乜嘢係派錢措施？其實咧，我哋係好驚咧，嗰陣時有好驚反方咧，係同我哋講埋啲乜嘢咧，講埋咗啲咩生活上退税啊、差餉啊呢啲都係派錢措施。不過咧又好得意咧，反方咧冇運用過咧，佢喺條辯題裏面咧，係佢喺條辯題裏面咧，佢可以走嘅一啲位係啦。咁第一樣嘢我哋諗咧，派錢措施。第二樣嘢我哋諗咧就係短期同埋長期啦。短期同長期係咪一定會對立有矛盾嘅咧？短期長期係咪可以一齊做嘅咧？其實呢樣嘢咧，我哋咧都處理咗好耐，所以我哋處理到琴晚咧先處理嗰條主線，係啦，即係一路咁樣去到執，因為一路去諗嘅時候咧，就覺得咧出現唔同嘅問題啊，即係大情況，我哋當時大情況，因為嗰啲反方咧有好多位咧可以咧去到捉我哋咁樣樣，咁啊短期同埋長期係咪一定係對立嘅咧？點解派錢嘅措施解燃眉之急、短期紓困就一定唔可以同長期嘅並存？嗱呢樣嘢我有，即係我哋都後諗嘅。咁啊，第三樣嘢咧就係財富再分配啦。財富再分配係咪一定？如果調翻轉方向啦，如果係咪一定咧要用派錢呢個原則先可以做到財富再分配咧？調翻轉反方向係，當財富再分配嘅時候，派錢係咪其中一個可行嘅方法？你可以諗就係
其實佢係想做一個重複再分配咧喺入邊裏面。第四咧就係我可能咧特別係反科，我哋好擔心一樣嘢就係好難去論證咧，以後一啲都唔做咯，係啦，即係以後係咪因為呢條鏈體不應再有嘛？即係從此以後派錢措施就冇，係啦。咁其實咧一啲比較強嘅位咧，我覺得今日反方咧其實係可以咧去到捉出嚟嘅。咁啊至於正方咧，其實我哋嗰條 line 同你差唔多，係啊，都係我哋都係諗緊啲咁嘅嘢。不過咧講多少少咧，就係你哋喺公辯環節嘅時候。咁咧喺公辯咧，其實我覺得你係要俾兩邊都係嘅，要俾空間個同學回應噶，即係唔可以因為佢兩個字咧，跟住咧你就話你一定係咁樣諗噶啦。其實佢都未講完。公辯嘅目的係想釐清翻個兩條嘅主線。如果佢都未講完，你就夾硬噏佢嘅話咧，咁其實咧你係我覺得你係冇處理過嗰個公辯嘅時候，你冇用過公辯去到幫你釐清翻你嘅主線咯。所以喺公辯嘅時候咧，大家留意一下咧，要俾個空間講嘢。咁另外咧就係咧小生都係冇反問啦，我冇特別糾紛嘅，但係咧我聽到兩邊都有反問嘅情況。咁啊，其實喺公辯環節裏面咧，大家如果睇翻個規則咧，應該係啦，可以反問嘅，回答嘅一方。好啦，咁咧跟住咧兩邊嘅負面咧，我覺得咧有啲負面咧喺個結構上面清晰啲，咁有啲負面咧比較散亂啊，即係你見乜打乜。其實你係需要咧去歸納一啲嘅重點噶，譬如話舉個例如果你係想打正方嘅咁樣啦，咁我作為反方，你歸納翻其實佢可能咧想處理嘅就係一樣嘢，第一樣嘢佢就覺得咧短期同長期咧係對立嘅，咁你就論證咯，點解短期同長期唔可以並存咧，可以相互齊下咧咁樣，你論證呢樣嘢，然之後去演繹，就唔係咧你見佢啲乜就打啲乜，咁樣就非常之散亂。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作為主管咧，因為同日又即係去到好夜啦，我哋即係精神不振嘅時候咧，係聽唔清楚咧，究竟你最重要嘅論點咧係啲乜嘢嘢？咁咧你就會試啦，就算你答得到。咁另外咧就係你哋雙方咧喺用例子嘅時候咧要小心啲，例如咧正方咧其實反方一開始咧已經講咗咧，2011年嘅派錢咧係一個好差劣嘅做法，佢哋係唔想咁用噶。但係咧喺正方嘅負面裏面咧。你哋又講翻2011年嘅例子，話全民派錢有咩好？但其實正方反方根本一早已經講咗，佢唔想呢個方式啦。咁所以咧呢樣嘢要留意。至於反方嚟講咧，我覺得咧你哋成日都講到 M 形式咧就慘啦咁樣。咁但係咧你又論證到咧嗰個急切性，點解咁急切咧？佢哋真係有咩需要咧？即係你往往就係同我講好公屋啦，好乜資助都好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真係需要啲乜咧？咁呢個我想有多啲數據咯。同埋有冇啲民調咧？譬如話啲 M 人士，其實我好支持政府派錢㗎，佢真係好幫到我㗎。咁起碼有呢啲嘅佐證咧，你成個嘅立論咧會企得好啲。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哋今日咧全場咧就俾我覺得成日都係成個 M 人士啦，同埋 M 人士嘅定義啦，係啦，跟住就冇進一步嘅推論咧，咁其實會有啲悶，係啦，有啲悶。咁最後咧去到結辯嘅環節咧，其實咧結辯咧，我係好想大家咧係縱貫全場，就唔係散。係啦，就係散大嘅。咁咧，其實咧，我覺得有時咧，結辯似一個咩咧？我覺得似一個第三負面，係啦，只係回應人哋嘅論點，但係你唔能夠咧去到即係重申翻咧你自己嗰個嘅立場。其實咧，我覺得係會有啲事嘅。咁另外咧就係、你哋嘅論點連貫咧，通常係出現喺主結嘅中間嘅一二貫咧，就好似咧冇，好似跟甩咗咁。例如正方咧，你哋其實有第二點咧，你哋話係海前仲有個咩基金儲備嗰啲噶嘛？但係咧，其實係喺正主同埋正結嘅時候咧，先類似咁講過，再出現呢啲咧財赤啊，呢啲嘅嘢。咁但係咧，中間咧就已經冇咗啦。其實反方都係，又係啦，即係你哋嘅雖然我覺得自力更生有啲誇張嘅，係啦，即係去到自力更生嘅位。咁但係咧，你哋嘅又係得主面結面咧，先至會有呢個論點連貫。咁但係一二副咧，其實咧又係好似分咗。咁所以咧，喺論點連貫方面咧，可能大家都要再係啦，斟酌一下咧，就係、你嘅負面咧點樣去到回應翻你本身嘅論點。咁呢一個咧就係、個大概嘅語啦。咁啊，其實結面同學，我覺得即係正方結面咧，同我都印象係啦。即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結面咧，除咗喺個組織結構咧，我覺得你可以再稍微咧去到改善之外咧，其實其他嘅嘢咧，我覺得都。唔該曬，最後有請報告。
委員會出嚟講嘅，但係我哋出嚟講最後叫啲神功嘅咁，咁所以就最翻嚟講。第一樣嘢，我嘗試等大家理解一下我作為一個平台，我哋睇到嘅節目就係一個好緊張嘅媽媽喺度管教緊個仔點樣使用佢嘅。咁媽媽就話：你每樣嘢同我列出曬你嘅選項啦。OK， 我唔係買俾你。你話你要一對波鞋，你需要跑步去買啦。OK， 嗱，所有嘢你列出曬，使錢唔係唔得嘅。我俾你使。咁但係咧，你全部你要同我列得一乾二淨。我唔可以就咁俾幾千人一個月咧，然之後就話你自己用，因為我信你唔到。咁個仔咧就好緊張啦，佢就話：喂，我 M 無喎，我冇婦音喎。OK， 我冇一個有錢嘅女朋友喎，然後我又冇得出去揾嘢做，因為我做緊忙人喎。OK， 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佢就話我有好急切嘅需要，所以你需要俾錢。OK， 我係啲我係被忽視嘅。咁但係嗰個爭拗點就係呢度，但係其實同學仔都可以再去望下條辯題，就係係應該反方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呢條辯題嘅用字，因為佢唔係斟酌於2018或者係2011或者係任何一段嘅時間線，佢係講緊一個好宏觀嘅理財概念。Okay， 即係作為一個政府，究竟其實佢派錢呢個措施應唔應該再有？ Okay， 其實呢個係我好期望一個反方，即係我實體嗰條辯題嘅時候，我覺得佢哋都有心思嘅，就係佢俾咗反方一個位置，就係佢可以喺攻擊嘅位置上面有更加多嘅選擇，而唔係單純限咗喺某一次嘅財政預算案上面，因為個財政司司長講嘅某一樣嘅 rationale 而佢派錢。即係你唔使為任何嘅人士去做，你係可以有多啲空間。咁所以其實呢度係比較可惜。咁正方你哋把握得好正路嘅一樣嘢就係、你作為一個頭先講啦家長嘅角色，你列出曬所有嘅選項。其實要小心啲啦，因為推到後面嘅時候，其實會諗會爆嘅。譬如我好記得你去年講嘅一樣嘢咧，就係綜援係要符合最低生活所需。OK， 即係政府因為理財概念啊嘛，你好執著呢樣嘢噶嘛。OK， 即係你講得出你嘅需要，我先俾你噶嘛。OK， 咁仲唔出商量嘅時候呢 ？OK， 即係都唔應該嘅，係啊，即係唔應該出商量最低生活所需嘅。OK， 咁你派4000蚊俾佢之後咧，派綜援俾佢嘅時候，你點樣確保個家庭係一定係去買麪粉？綜援有冇人買 iPhone 啊 ？OK， 即係去到最後，如果要列出嘅話，你唔應該俾幾億醫管局嘅喎，你應該叫醫管局列出其實你每一樣 surgery 你嘅需要係點？即係你去到太。佢仔細你問得太多嘅時候咧，其實會有反效果，即係呢個係會出現嘅一個狀況，就係、其實咁當然人哋冇問啦 ，OK， 所以你哋冇辦法去。我估你哋有設計過，因為我聽你哋主辯嘅時候，其實幾有心思嘅咧，其實又限制咗個用法啊，一定要派錢啊，即係現金喎，住即係唔知派入户口算唔算啊 ？OK 啊。咁你又唔問佢喎，即係呢啲你又唔去處理喎，即係其實反方好多位就我第一啲收入嚟睇，如果我注資落強積金嘅話，算唔算係買錢嚟投資啊？即係有一日政府抌10000蚊落嚟個強積金户口，嗰啲人有，咁算唔算係一個派錢嘅措施 ？OK， 咁如果以政府頭先嗰個主席可能唔算，佢係唔係現金啊 ？OK， 佢喺啲銀行 ，OK， 同大家做交換。咁所以即係有好多位大家可以走，但係政方就我期待你哋之後會有。乜嘢嘅後著嘅？但係因為今日萬方其實冇問過，大家討論就喺個 M 人士嗰度就已經完咗啦。OK 啦，即係佢有幾大嘅需要，咁就會比較可惜。我最後用一個例子去總結今日嘅辯題，就是、我今朝嚟嘅時候咧，我買一支旗。OK， 咁其實同學，如果你有買咗旗嘅話咧，你我唔知啦，你俾幾蚊落去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用一個社福界嘅概念嚟講咧，派旗係好唔 cost effective 賣旗呢件事。OK， 因為你有好多人行政成本咧，其實可能到最後咧，你俾100蚊咧，咁剩得唔知10蚊咧，可能去咗落去 end user 度。OK， 咁呢件事係唔 cost effective， 咁但係亦都唔係最好嘅方法，亦都唔應該有更加好嘅方法可以處理籌款呢件事。咁但係點解我哋仲要做咧？可能有啲嘢其實係一個象徵意義，其實反方有好大象，就係可能好似頭先另外一個評判咁講，我就係派俾你 ，OK， 我就係要分享經濟。如果保留十圍講緊 N 次 ，OK N 次嘅保留十圍，漏咗啲乜，遺咗啲乜咧 ？OK， 咁其實未必係要幫到佢實際需要，即係唔使將自己嘅論證責任搞到咁大，搞到好似你要解決曬佢生活裏面派完呢4000蚊就解決佢生活裏面所
方所需，其實你攬得太多。OK， 即係可以攬到一個位係幫我真係派俾你分享經濟。點解人人都有得分享，佢冇得分享 ？OK， 佢喺社會度佢有勞動喎，社會賺到錢嘅時候俾翻佢，係啊，你可以去買 iPhone， 咁又點嘅？分享經濟成果啊嘛，咁你個累積就可以細好多。OK， 即係我唔係話一定要咁樣打，而係話俾你聽個辯題嘅處理方法，其實喺呢個咁有心思嘅辯題度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等大家去理解一下嘅，我哋頭先做，我作為評判嘅頭先見到嘅狀況。好，咁多謝各位同學。今日比賽結果已經喺我嘅手上，而家有公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正方嘅建議李敏儀同學。至於今日嘅賽果。方得票三，反方得票係零。對話講，今日勝出比賽嘅係正方華英中學。